小公主特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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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高兴，然后妈妈那个飞的那个然后是小人，然后拿着那个魔棒是谁？小仙女。然后小仙女说你做三个小衣服，然后你的哥哥就可以变成你的原来了。然后小公主做，然后她做了好多，然后她的哥哥就变成原来的了。然后小公主跟她的哥哥一起玩了。还有白雪公主呢，咱白雪公主的故事，辛德瑞拉吧，白雪公主，先讲辛德瑞拉，先讲白雪公主，你先说。先讲你叫白雪公主，你叫辛德瑞拉，是不让我叫。行，那你先讲辛德瑞拉。下面为大家讲辛德瑞拉，往中间讲，大家讲辛德瑞拉。好。你们一会儿就跑了，快好好站在那儿，好好讲。站好啊！对，预备开始吧。从前有个皇后和一个，他是一个小宝宝，那个小宝宝长大了，他的名字叫白雪公主，然后白雪公主呢，她长得特别漂亮，但是一个，但是她的皇后死了，所以她的国王请个另外一个女人，但是她是一个巫婆。他每天都问他的镜子，他说魔镜，谁是最漂亮的？然后魔镜说，白雪公主是最漂亮的。然后那个巫婆特别特别特别不高兴，然后他让白雪公主去。活了是不是？然后白雪公主和王子一块亲了。不错不错。